哎呀，终于到了一个不知所云的地方了。说实话，我对这面完全没有这个印象啊，不知道这是哪。刚才我在我那边的时候啊，我查了一下，26路应该是直接到的啊，26路。但是呢，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大哥跟我说26路不到，我说哎，怎么可能呢？然后他们说不行，你给倒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哥做了个125，做了一站，然后倒了个102。现在到这么个地方了，这个地方我一到啊，我就知道了啊，这个地方昨天来，前几天来过，离老城还是不太远的。华沙的这个面，这个真是漂亮，有很多士兵啊，今天看到了吗？是什么会议吗？今天是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士兵。这面就是纪念广场了，纪念广场啊，我得过去看一下。今天这个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老兵生活，今天可能是什么纪念日啊，赶上庆典。这边有一个兵哥，哎，这灯太长了，时间。这兵哥，我偷拍他一下。哎呀，好长的灯啊！今天阳光是真好，而且气温很适宜。我先录到这儿了，接着等灯没啥意思。